이걸로 이렇게 볼 수 있는지 만약에 저걸 여기에서 같이 이걸로 하자면 좀 타이트하게 해가지고 하는 이렇게 분리하니까 타이트하게 关注没有头发之前也是，他帮孩子们穿衣服、买年货，那都是夜戏。如果就同时在跳夜的话，也不对，就是感觉上不对啊。夜跳夜，直接从棺材到不怕。所以当时我分的时候有点，我觉得对，那。 那天，对呀，蛮好的。厨房刚才说了，就来门口，直接就进去了。但这边再说，打了声有点。他要坐着阳光杆吗？ 对，就是啊，这个是个对啊。不是，所以我就说他现在要个不坐阳光杆，就这个天厉害一点，要不坐阳光杆，我他妈鸡巴。倒是不死机，但是。他是从那个学校。学校嘛，那不死机。呲呲呲那是。就呲到脸上。不死机，不死机。 太阳不晒，这对这个街轴的是俩镜头，是撂下镜头没拍，这个是没法。嗯，如果换场就是没事儿，那只是就气氛上，这个地方差点南方了，这个。对。这我们要不要就不用分个备胎，就直接从门口。这个厨房的布帘是够的。对啊，不，你就是他如果不做阳光的。 背任何那个是一样，对，坐阳光杆，坐阳光杆，那当然只能躲在里面。对，先要可怜。还有那个日记的事，你再想想。看一阶一组，一阶一组。不灵。 所以你要问问他呀，他现在是就依据这个天气来拍还是坐阳光来拍？不一样。因为他觉得说那个孩子放学了，然后背着书包进厨房，然后我们再背跟的话有点怪。为什么？羞涩的笑了。对于怪这个问题是怎么解释？<笑> 만약에 뺑소로 하면 저희 어렸을 때 아빠가 출장하고 돌아왔을 때 이런 기대감이 있을 거잖아요. 그래서 뺑소로 해 가서 가는데 앞에 갑자기 사람이 하나 더 나타났어요. 이런. 그런 걸로 했지. 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那反正就是稍微跟一跟呢，有一个这个过程，有一个他进家，然后比如说你到了这，他放过来，放下书包，哎，发现怎么？ 家里不一样了，就都是一个过程，就是这正面看中的倒退，那边是背跟，反正就是说，就是这意思。这个过程要过程就是。你跑动完了，一跑动你往南边呀，阿波罗黑的阿波罗黑的有地方，说奥克给出来一股那个排便，他们阿波罗黑的化妆品。两个人不讲的，不然的，这是你这么黑皮色的。 对方就你跟着洗，那样的话他就不出去，在里面，然后打点光，就是感觉是有。就直接背跟嘛，从那先背跟嘛，好这种背和正中来一个都无所谓，对剪片子就背嘛，他光弄好了，就一进门就开始，就这条道。好的，哥，昨天他前面这里背，看他几个阿婆。俺吃个事儿都当了，啊。 腊肉能拿走吗？那腊肉什么玩意儿？不让你高级吃，都是假的。不要和刀架，不要和刀架，兄弟们。
그 동정한테 이거 두 개도 다 씌우자고 했죠. 那当哥是不是那还有的吗有咱那的差不多是吧把那个刀架子拆掉把腊肉拿走啊太假了哦你看裤子都说假的对对裤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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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裤
厂里。红的楼外面摆。对。因为他家里柜子太多了，你看，柜子桌子太完整了。他们都是为了挡墙了，就为了挡墙，都是为了挡墙。墙其实空下来才放北朝鲜了，我操！怎么的呀？全部拿掉。好的呀。那掉厨房的掉，那掉这个那拿掉的，那这块拿掉的话，那这块是不是太重了呀？是啊是啊，就这块能不带啊？太完整了，现在他妈的还低了。碗筷，那碗筷到时候碗筷。拿，先拿。嗯，拿，超哥，拿那个整个那柜子拿走。这个是直接消失是吧？对，直接消失。OK OK。将其消失。然后那个刀架一会儿拆掉啊。将其消失。上面东西先消失。啊，那现在这个可以留下，你看贝哥从这看还可以留下，从这边来一点点。下面锅，下面有东西，盆儿，别动，先把下面先，把下面那些东西全部清走，全不要了，全部消失。全部消失，对，建筑，对，建筑。OK， 好，这个放久一点。把这个筷子放这儿。对，筷子放这儿。怎么着也行，对。哎，让我们摆吧，让平摆着。这把小米扔这，这先放小米，小米扔这，好，往这边拉一点，这扔的往这边拉一点。消，好，小米这个，不，多了，对。小米上来了，好，对，叫呢。那个拆下来。刀架子，刀架，刀架，这哪是没有？这没事，四楼。还有没有炉子？以前的没有炉子，带不了。茶壶拿走，水壶，哎对，拿走。这个水就把它滴。哎，水壶。然后把它归类，把那个筷子靠墙，那个转过来靠墙，对。有那个罐装的就不要这个袋装的盐了，盐鸡精拿走。上面的玩具拿走。好的，拿一些。这边也不要了。行。哎，你笑了，那柜子农村感就出来了。OK。OK。
他知道调度了哈，有没有跟他讲？你从这边怎么？就在门帘后面，在门帘后面，在门帘后面。等一下，等他们说啊，继续说。一直弄一半是吧？人家接一个弄一个。对，签完之后看见落卧头就在那，还在这。那得接两个。快缝的，磨着了，缝的，缝的，快缝的。把书包一放下以后。然后赶紧听柳师，这样可以慢慢的过去，慢慢过去，啊。书包到的炕上放书包就停下来了，对吧？停下来听着外面讲，我慢慢的走过去，我们就一直要说到那个，一直要说到什么钱啊、复工啊、家属陪同，一直说到说完，没说完啊。没有啊，他就说到那个活不就得停了，然后就他就看到我吐了，应该一直说钱啊、复工啊，一直说说完这个之后，最后才能发现他，然后爸爸回来了，然后哎呀，他一看他不高兴，就是说他在水枪，这不隔，这样将来反打，他一直听着，对。来，但是那个吸的你要隔一个摘一个的话，那这个吸的程度太尴尬了，很快。这就是等于说像之前的隔两个。那看，看着方向和那个什么，对，看炕上，看炕上爸爸那个方向。宝芳，你去给他死了。没说谁的问题，重来嘛，没事嘛，对，不用动，不用动。其实，这，你看看那个炕的方向，看，爸爸坐哪？你看一下，我看看，看爸爸坐哪啊？好，就看这个方向啊。然后你书包放下来之后，哎，那个听到那边也是往眼睛往这边看，听着有人说话啊，来吧。